拉力路，快来砍柴。修剪。做椅子框架。拉伸布料。用高脚椅喂宝宝。爷爷路过垃圾桶，突然他听见里面有声音。有人吗？宝贝，你怎么在这？这里不安全。跟我回家吧，带上这把椅子。到家了。饿了吗？爷爷给你做好吃的麦片。给。不喜欢吗？张开嘴巴。撒的到处都是。我没办法对可爱的宝宝生气。拿一些布料缝起来，填充馅料，一条尾巴，用粉彩上色。带补丁的旧玩具，新玩具太贵了。宝贝，给你一个礼物，可爱的小熊猫。谢谢爷爷，我要喂它。吃麦片吧。美呀美。艾比给玩具洗澡，他们甚至一起睡觉，就连荡秋千，他也要带上小熊猫。给你读童话故事，没想到我会有一个可爱的孙女。拿泡沫和纸板，圆柱形，粘上去。粉色的门，少了手柄，涂黄金，一个钥匙孔。这扇门是通往哪里的呢？艾比在寻找有趣的东西。烟囱。这是门吗？去看看。他爬进管道，来到新房间。废弃的仓库门。有趣。我喜欢这扇门。它需要装饰。画一些花。好多了。怎么回事儿？我在画画呢。没有强行进入，没有破坏。他在装饰我的门。我们需要奖励他。就这样放过他吗？当然了，他帮了我们呀。我该走了。设计师很贵的。好多布料，交给我们。剪图案，用针缝合，很适合你。剪裤子，瞧，背带裤，一个口袋，给鞋子上色，红色靴子真棒。艾比长大了，她是一个时尚少女。我存了好多钱，放在存钱罐里。艾比一边存钱，一边花钱。还剩多少？嘿，怎么是空的？还剩一张，购买零食啦。艾比来到商店，附近有一个流浪汉，他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。先生，需要帮忙吗？我好饿。等等我。我需要食物。艾比拿来食物。给你。你真善良，小姐。我喜欢做好事，帮助别人。做榨汁机。
修复细节，缩短吸管，插入刀片，榨汁机上都是蜘蛛网，很久没有使用了。垃圾场里都是有趣的东西，艾比要去寻宝了。寻宝时间，这是什么？像榨汁机，有了，我要自己创业。先清洗干净，瞧，像新的一样。艾比要做柠檬冰沙，新鲜的柠檬冰沙，好多人。亲爱的，走开，排队吧，奶奶，尊重老人。终于到我了，对不起，没有柠檬了，真倒霉。我挣了好多钱，真厉害。我也要试试，冰沙，卖冰沙吧。做一本食谱，附上纸板，内部选择图案纸张，粘上去。食谱准备好了，一张插图。食谱教你制作美味的饮料，艾比的生意越做越好，还有进步的空间。试试做点新的，拿榨汁机。下一步呢？胡萝卜，搅拌。我需要建议，爷爷尝尝吧。好的。我不能放弃。食谱中少了一块，这是什么？小熊猫，多亏了你。新做的冰沙简直太好喝了。艾比成年了，改变它的外观。我喜欢这个，剪下来，缝边缘。好棒的衬衫，搭配金色吊带裙，水钻带，闪亮头箍，优雅的外观，艾比成功了。观众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你们最喜欢的艾比，大家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今天你要做什么呢？我要分享独家饮料配方。包包给我吧。OK。你的围裙？好。给我的吗？我才不穿呢。Oh no！ 怎么回事？别拍了。这个围裙太丑了。哇！安东尼奥，交给你了。好的，好的。你的豪华围裙和帽子。相机，准备。将食材摆在桌子上，这太神奇了。把水果放入搅拌机里，不要害怕这个搭配。天啊，太好吃了。艾比在数钱，他赚了很多钱。剪纸板片，做聚光灯，覆盖泡沫塑料，将电线放入吸管中，设置灯光，附上纸张，这对强大的聚光灯可以照亮我们的大明星。去照相馆吧。嗨，要登上福布斯封面了。我的事业会一飞冲天的。艾比小姐，这是桌子，在这里进行采访。OK。先来拍照吧。
完成。艾比帮我签名。等等，我们现在很忙。Stop it！ 哦，太好了，签在这里。可以拍照吗？好吧，可以把和粉丝的合影放进文章里。拿细节，连接筷子，全部涂成银色，拉绳子，是只有名人可以走的红地毯。艾比太有名了，粉丝们很期待可以见到偶像。大家好，大家都在欢呼鼓掌，请让一让。艾比，我们爱你。大家以后再要签名吧。艾比，我能变得像你一样吗？你可以的，最重要的是做你喜欢的事。这有纸板，切成几部分，做盒子。准备好丝带，系蝴蝶结，把新衣服放进去，好期待呀！明天就是婚礼了，办诞生派对吧，姑娘们来吃吧。Thank you。嗯，好吃，快开礼物。这是什么？袜子，真有趣。我喜欢这件 T 恤。还有呢？艾比收到很多礼物。这个是什么？是婚纱吗？哦，太丑了，没有婚纱，只能取消婚礼了。不，没关系，会有办法的。OK。喂，安东尼啊，我需要帮助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会有婚纱的，婚礼照常举行。Hello， 亲爱的，来测量吧。啊哈！给新娘最好的面料，蓬松的裙子，加紧身胸衣。用腰带强调腰部，添加袖子，准备头纱。艾比会喜欢花冠的。最后加捧花完成外观。Yes， 艾比的婚纱完成了。人呢？嗯，别担心，这是设计师安东尼奥。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花，要优雅一点，它的品味很好。哦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来为你准备婚纱吧。好的，来测量。哦，真奇怪。哦，耐心等待。不可思议，太惊人了，真棒，好看。少了点什么？头纱。哦，我怎么忘了，美极了。完成，太美了。 Bravo！ 新郎在等待新娘，他来了。我现在宣布，你们两个是夫妻了。做球，留一个洞，是椰子，添加吸管。炎热的假期需要一杯鸡尾酒，他们要去度蜜月啦。在游轮上，空气真好，对吗？ Yes！ 是飞翔的感觉。他们准备去散步。哇哦，有趣，我要了。吃什么呢？嗯，吃吧。好可怕，
那我吃了，给他冰淇淋，好多了。Yummy！ 天气真好。哈！救命！ Oh my gosh！ 帮帮我！不好意思。谢谢你，给你鸡尾酒。哦，真好喝。当然了。Yes！ 真有趣。很棒的蜜月旅行。选择塑料模具，画花，涂一层指甲油，需要轻粘土，完美的圆，包饺子，用餐愉快，真好吃。艾比的胃口增加了。哦，我睡不着，去厨房看看。小点声儿。耶，成功了。看看有什么。汉堡，不错，还不够。哇哦，完美。耶。都是空的。对了，饺子。煮好了，吃吧。嗯，亲爱的，这么晚了，你为什么不睡？嗯？啊？哦？奇怪，怎么回事？嗯？准备打印图。粘到镜面纸上。用丝带装饰，要有宝宝了吗？艾比睡醒了。哇哦，好大的肚子。哦，怎么回事？哇，昨天还好好的，是因为饺子吧？去看医生。他们来到诊所，医生。啊哈，让我看看。嗯哼，需要做超声波。怎么了？嗯，恭喜你要有宝宝啦。哦，太好了。保存这张照片吧。我们会成为最好的父母。很棒的面料，三种颜色，是三胞胎。第一个宝宝是黑发，头发蓬松的男孩，用毯子包裹宝宝。太英带着妻子来到诊所。医生，宝宝要出生了。没事的，坐吧。等等。哦，太英太紧张了。恭喜你。啊，骷髅。你没事吧？宝宝出生了。这是第三个，哦，真可爱，我的宝宝，太幸福了。做百科全书，拿泡沫纸，固定脊柱，育婴指南，艾比和太英的家庭手册，新手父母教程。嗨，我们带你了解儿童。爸爸，试着包裹宝宝。Yeah, OK。这比我想象的要难多了。哇！没关系，我来教你吧。看，现在换尿布，简单。你确定吗？啊！Yes。好的，开始喂奶。干得好，你真棒。你进步了。还是要继续学习，多看看书。谢谢，我们睡前看吧。这有好多塑料，切掉细节，一堆盖子，缠绕绳子，
网格。一个防毒面具做好了，手套不错，是迷你版，很适合新手父母。宝宝们在哭，怎么了？哦，太阴，怎么了？哦，好的，防毒面具呢？爸爸来了。太阴穿上工作服，用镊子去除尿布。怎么样了？哦，我待会儿再来。爸爸给垃圾桶消毒，需要处理好。艾比换尿布，我们做到了。哟，机长。塑料盒，上色，两根皮带，贴四个角，添加贴纸。哇哦，他去过好多国家。艾比和太阴累坏了，当父母真难。来玩吧，妈妈躺在地板上。饿了吗？喝奶吧。哦，孩子们跑了，他们真调皮。突然门铃响了，谁来了？奶奶想孩子们了，我的孙子和曾孙子们。哦，太好了，给奶奶，再见。哇哦，哦，太棒了，我去打高尔夫，我去按摩，待会儿见。我们升级这个旧婴儿车，新的打孔器。啊不，我们不需要它，这是包装。给透明塑料上色来搭配紧箍件，加上遮阳板，做旧装饰，放上床垫。哇哦，这是洗衣，这款婴儿车是根据最新的水下时尚制作的。我们坐下来休息吧。等等，你去哪儿？我们用棍子固定这个轮子，这样好多了。哦，我累了，接住棍子，哦不，这是一个错误的棍子。我怎么睡着了？我的女儿，哇哦，她去哪儿了？啊，我忘了我们的婴儿车是什么样子的。嘿，这是我的孩子，他在哪里？艾比啊，宝贝，你在这儿。对不起，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爸爸的。选择塑料盖，用热胶填上我们的底部，去除多余的，涂上点点花纹。啊，我的头好痛，腰在哪里？哦，没有了，那你就得去药房了。我们可以拿走这个，切下一个盖子，宝宝会喜欢健康的奶昔的。亲爱的，你要去什么地方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可以照顾我们的女儿吗？我很快就会回来。okay. 再见，宝贝，乖哦，爸爸要小睡一下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头疼。艾比，亲爱的，你想要什么？也许唱一首歌，睡个好觉，别让臭虫咬了。玩具呢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Oh my goodness. 这是怎么回事？傻瓜，艾比只是饿了。像这样。我们要做什么？你想看魔术吗？当然。Abracadabra！ 哇哦，这太酷了！女孩们，我们建造一座巨大的城堡，
拿起你们的工具。小美人鱼启发了他的朋友们，我们来建造，用装置门以吸碰塑料，建造塔楼，用屋顶盖上它们。我们拿出一些立方体，沙堡有浮雕纹理。我们的基地用水洗干净了，用热胶填上它。我们准备真正的沙子，我们倒入透明的指甲油，沙子掉了一些，这座建筑看起来令人印象很深刻。我们的建造正处于收尾阶段，最后的润色。好了，我们欣赏一下我们的城堡吧。艾比，干得好！哇哦，你有一座多么酷的城堡！我们来玩捉迷藏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我游过去看看，他们不在这里，大家都躲在哪里？啊，找到你们了！做一张网，有金属丝，弯成一个圈儿。薄的织物会允许多余的水通过。熊猫的头在红色把手的末端。我们去钓鱼吧。很久以前，在乌苏拉的山洞里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。哦，一只水母，我必须抓住它。它很快。我在哪里？ Oh my gosh！ 别动！啊，你在做什么？但是有只水母，我被困住了。对不起，这发生了。小恶作剧者，坐下来听故事。嘿，我长大了。嘿，该换尾巴了。做一个亮粉鱼鳍，用亮片装饰。加上一条闪亮的腰带，它的尾巴上长满了鳞片。放上一对鱼鳍，它的王冠上装饰着一顶美妙的王冠。这个小美人鱼看起来让人无法抗拒。艾比游到岸边，在阳光下晒我的鱼鳍，真是太好了。这什么？一艘船？我在哪里？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美人鱼。哇，她很漂亮，外人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。我好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赢得她的心并不容易。这是给你的花束，小姐，很漂亮，就像你一样。像这样的海美人可以很任性。折叠一个纸盒，固定上翻盖。还少了锚锁，海盗宝藏在里面。水下沉船里有很多宝藏。艾比沿着海床寻找珠宝。海星，这是一个可爱的珊瑚。好的，开始。哇哦，水槽下面闪闪发光的东西是什么？一条项链，我会把它拿去收藏。箱子已经满了。好的，我必须找到更大的。巨大的箱子需要更多的收藏。剪下纸板尾巴，把我们的空白处涂成紫色，固定上闪亮的马尾。这是底层的架子，漂亮的架子可以用来放尾巴。完美的样子总是在手边。早上好，新的一天，穿上新的尾巴。今天穿什么？我什么都不喜欢。哈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没有衣服穿。我又要去逛街了。我们借用这些线。啊，我的花纹！加粗这条线，
用热胶涂上所有的东西，安装上灯罩。这看起来像水母，给所有的上色，加上灯绳，这个美妙的夜灯会装饰室内。很多年后，艾比现在是奶奶了，还有什么比睡前阅读更好？我的视力下降了，我不再年轻了，我可以打开灯，这样好多了。哦，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。艾比，亲爱的，你睡了吗？嗯。多么迷人，他拿着一本书睡着了，我会用毯子把它裹起来，像这样做个甜蜜的梦哦，我的爱。哦，怎么这么黑？我习惯了开着灯睡觉，我现在是个老太太了，但是我还是害怕床底下的海怪。晚安。把棉棒变成助听器，小心火不是孩子的玩具。我们加上一些按钮，奶奶现在听力很好。茶刚刚煮好，今天电视上有什么节目？哦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，如何使声音更大。也许我的遥控器坏了，格雷格，我什么都听不见。嗨，艾比，什么？把音量关小，我们的房子在摇晃。哈，重复。亲爱的，这会派上用场的，这是你的助听器。哦，我现在听到了一切，谢谢，亲爱的。我们的夫妇一起享用了他们的茶。